在吃东西前，很多谢 Surfshark VPN sponsor 我今条的影片。 VPN 的意思即是虚拟私人网络，可以保护你的线上身份，令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安全地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式和娱乐平台。以我自己为例，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最常用到 Surfshark VPN 呢？就是娱乐看 Netflix 煲剧的时候了。 Surfshark VPN 可以帮助解锁15个最大的 Netflix 资料库，例如日本和美国等等，我们只需要连线相应国家的伺服器就可以安全地使用。例如我之前很喜欢看的《纸房子》，我只需要连接西班牙伺服器就可以很安全和很畅顺地看到。另外 Surfshark VPN 还有几个好处，只要你有一个订阅账号，就可以 share 给无限个装置同时地使用，而且它会提供一个24/7全天候的客户支援，无时无刻都可以给你使用。第三个最重要就是它会提供一个30日的退费保证机制，令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无风险地使用。如果大家用 MarASMR 这个 promo code 的话，就可以获得17折，即是 83% off 的优惠，同埋可以有3个月免费使用。我会将 promo code 和 link 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嗰度，大家快啲去睇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会食两个 double cheeseburger， 都系另外自己加咗芝士，同埋我自己准备咗一啲番薯条，佢唔系普通薯条，佢系番薯嚟嘅。食嘢，食嘢，食嘢。mix 咗兩種芝士一齊，之後微波爐叮翻熱佢。